嗱，我今次咧係會講到點樣領敬拜嘅，但係咧我首先講一個發揚神性情嘅生活方式，同埋發揚神性情嘅領敬拜方式。嗱，你聽我講過發揚神性情，講到發茶兼法啦。咁神又俾我呢個意念啊，其實咧發揚神性情，即係話讓人睇到神嘅性情，宣揚那照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嘅美德，宣揚佢嘅美德，讓人睇到神嘅生命喺我哋生命，神嘅生命喺我哋裏面。咁樣神就俾我意念，就係話咧，一個好嘅敬拜嘅人，點解咁多人好難領到敬拜呢？就因為佢本身同神唔係有呢種嘅關係嘅，好難進入呢種關係。咁呢種關係邊度喺邊度嚟咧？一定係我哋同神有呢種關係。而嗰個生活係咩生活方式呢？係時時都首先有神嘅性情，然後個神嘅性情喺我哋生命彰顯出嚟，亦都喺我哋嘅口彰顯出嚟，即係成個人咧都會發揚神嘅性情啊！咁樣嘅生活方式，咁呢個我形容先啦。第一咧就係從聖經時常思想神嘅五樣嘢，大家請大家記得啊！性情一齊讀啊！性情、心態、恩典、計劃、行動。咁呢五樣係乜嘢？性情即係話每一樣嘢神叫我哋做嘅，佢本身首先有嗰個性情，佢有愛啦，有憐憫啦，有關心啦，有接納啦，有聖潔公義啦，唔係淨係恩典嗰方面嘅，亦都係有聖潔嗰方面嘅。佢係有聖潔，呢都係佢嘅性情嚟嘅。咁人嘅心態咧就好想祝福人，即係佢係咁嘅，神係咁，佢可以高高在上噶嘛。但佢呢個心態祝福人，佢每一樣嘢都想俾人嘅。咁由恩典咧就係俾我哋嘅禮物啊，即係白白嘅禮物，佢就會將不同嘅禮物俾我哋。由佢個計劃，由行動行出嚟。嗱，點解將佢拆開呢？正如一個人幫我哋，譬如媽咪幫我哋煮飯，或者做一啲你中意嘅嘢，或者咧係佢做一樣嘢喺我哋生命之中，佢必然咧係有首先佢有呢個生命啊，佢個性情係好想好錫我哋，然後佢呢個心想祝福我哋。然後佢有啲恩典俾我哋啦，佢煮嘅飯啊，佢做嘅即係冷衫啊，佢為我哋做嘅嘢照顧我哋啊，關心我哋嘅學業啊、事業啊，然後佢個計劃點樣做，跟住行動做出嚟。呢五樣你唔使一定要樣樣都講曬，不過即係話可以循朝住呢五樣嘅方向去啊。咁首先你思想聖經嘅時候，日日都會諗到啊，我今日能夠經歷到神嘅感動。就係神咧喺我心裏面感動，如果唔係被聖靈感動嘅，冇人能夠稱耶穌為主喎。就係神喺我裏面感動我，咁咧你就諗到就係神有一個感動嘅性格，即係嗱我哋會受聖靈感動啦，係咪？即係話神咧嗰個性格係點咧？係充滿住感動嘅，所以佢嚟到我哋身上咧就會感動我哋，佢充滿愛嘅，所以能夠感動我哋嘅，佢有呢個性情。咁你時時去思想。有咩經文就會諗神背後係點樣咧？基本上係背後係點樣？咁然後咧喺日常生活時親近神啦，親近神嘅時候咧就會諗下，我經歷到神嘅平安，即係神係點咧？即係神好平安啦，即係神都將個平安俾我啦。經歷到喜樂，即係神好喜樂嘅，神將喜樂俾我。經歷到愛就係神係充滿愛嘅，然後佢將呢個愛俾我哋。即係每一樣嘅經歷，你都會諗到係從神而嚟嘅。即係第一就聖經，第二就親近神啦，第三係生活嘅經歷啦，或者係觀察到任何事情，即係睇到任何事情。譬如話經歷到，咦有件事你祈求神，神幫助你啦；有一個困難，耶穌幫助你啦。或者觀察到任何嘢，譬如話我嚟講，我好中意觀察生物啦。我見到好多好多種生物，我就覺得好靚嘅，我就覺得神咧充滿美感啊，充滿愛啊，啊佢創造萬物咧係充滿智慧啦。亦都係做呢個世界係充滿裝飾嚟送俾我哋嘅，咁我就由每一樣嘢咧去睇到神嗰個性情同埋佢嘅恩典啦。咁然後咧就時時活出神嘅性情，我成日都充滿住喜樂平安啦，又分享出嚟，即係呢幾個過程啊。當然呢個唔係包括曬所有，大家一齊讀一讀嗰啲黃色字啊。第一就係聖經親近神經歷觀察活出分享，即係希望大家成日都。記得呢樣嘢，一個敬拜者或者一個傳道嘅人，點樣有呢種生命呢？就係首先我哋由聖經嗰度睇得到神咁多樣嘢，於是神去思想聖經裏面講嘅嘢都去思想啦。咁然後咧喺親近神嘅時候，哇咁享受嘅，哈利路亞，哦咁平安，咁輕省。
咁飄飄然，好似喺天堂咁樣樣嘅。咁咧就並且，如果你當你聖靈恩膏加強咧，你多祈禱咧，你就發覺你為人祈禱嗰啲人又好快經歷喎。哇！咁你發覺哇咁好噶，咁你之後又睇到原來神嘅恩典係可傳遞嘅，神係充滿愛、充滿喜樂嘅。成日咧呢個心裏面咧成日都話神真係好啦，神真係好。當你時時都係咁樣嘅時候咧，你自然咧就會想傳遞俾人嘅，即係你時親近神啦。然後咧，你經歷到乜嘢，有咩幫助？譬如話，本來有意外嘅，忽然間神咧用方法救我哋，或者有困難嘅，神咧又幫助我哋；有經濟困難，神又為我哋預備工作，咁我哋又感謝神咯。或者觀察到啲咩嘢，哇，真係好啦，感謝神。譬如睇到譬如我好簡單，就算我睇到人嘅眼睛，我都覺得係好禮好嘅禮物嚟嘅。人嘅眼睛傳遞感情。有一個眼睛你看到這個人 的生命的，有些人是很單純的，眼睛很單純，有些人是充滿喜樂、充滿、愛、充滿關心，但有些人是很呆滯的，即是他需要釋放的。你觀察到你是神，多謝你越親近你的人的眼神越有生命的，你就感謝神，神你的賜給我的眼神，我就會就想到我們有眼神真好了，多謝天父我們有眼神真好了。那就還有活出了，活出之後又分享給人聽，這個就是一個發揚神性情的生活方式，即是整個生命人自己又滿有神的性情，人家又看到我們滿有神的性情，又聽到我們滿有神的性情，然後發揚神性情的敬拜方式了，就是怎樣呢？首先是由聖經，其實由這些生活方式開始先的，但是一定我再提聖經，即是整個生活方式，然後自己時時在敬拜裡面就看到神的美善，就進入神強烈的同在，每一次敬拜哈利路亞哈利路亞，在這裡敬拜的時候拍過神的愛，神的好令到我們好冧好冧，好舒服好輕鬆好釋放好自由，你就即係覺得好好啦，喺敬拜嘅時候咧，成日都睇到神嘅美善。喺敬拜嘅時睇到係神吸引我嘅，喺敬拜嘅時睇到係神係神改變我嘅。咁啊喺敬拜裏面經歷，然後喺大敬拜嗰時咧，又帶領人睇得到神嘅真實啦，神嘅美善啦，就令到人有信心進入神強烈嘅同在啦。咁我其實我每次都係想加強你哋經歷神，咁我希望大家咧就會對神好有信心，於是成日都活在神的同在。然後你如果參加短宣，就看到人怎樣改變，即是我們成日都看到人怎樣被神改變的，我時時都為人祈禱，跟著那些人就經歷神。譬如剛這個禮拜有個姊妹帶她的哥來，她的哥是成日都跟神她關係比較疏遠的，咁呢又成日很多理性的問題，咁她跟我傾的時候，咁第一因為我他講的那些問題我全部都研究過了，因為我是本身我是讀科學的 science， 所以我很多關於創造啊進化那些全部能夠回答他，那他聽的過程是非常之順，又願意接受祈禱，又經歷到聖靈的臨在。那他後來呢他走之後呢，他即個妹妹就告訴我，他說即其實是各方面的，一方面呢他哥覺得我是回答到他的問題，所以他就覺得可信任我，有一祈禱他又經歷到神，所以他的哥哥對於耶穌都即是信心大了很多，即是說我們接觸不同的人，有些是需要釋放的，有些就是心很硬很理性，太過理性心不柔軟的，但是神都使用我們去祝福人。當你好像我那樣經常都祝福人的時候，你自然你就會敬拜神，都說哎神你真的好，多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，自然就會這樣的，是整個生命都流露出來的。所以這個發揚神性情的領敬拜方式，不是只有一個講字的，是你裡面都流露出這種生命出來。好了，然後我們拆開不同的地方看神在供應上的愛，即是我們在平日看得到神很多方面的愛，於是我們的心就會被神感動了。詩篇33篇5節一起讀下，他喜愛人而公平，遍地滿了耶和華的慈愛，全地都充滿神的愛的，無論看什麼東西都是充滿神的愛。有些東西我們不懂得去看的，譬如泥，我們很多人覺得沒什麼特別，泥有什麼特別？泥其實是生命的來源，種野，是的，種野，其實神用泥做人是有意思，因為泥就生出植物
人就食植物。咁你話嗰啲肉咪點咧？食肉嘅動物都係食咗啲食草嘅動物先㗎，係咪？所以所有嘅食物來源咧，都係來自嗰啲植物嘅。咁咧就遍地充滿，就係睇呢個嗰啲泥啦，睇太陽啦、雨水啦，一切咧都係你如果睇有睇呢個 National Geographic， 你會睇到一落雨嗰啲沙漠，哇！邊啲暴龍嗰啲即刻就生草，即刻就開花㗎咯喎。或者喺啲雪地，一有啲雪一融咧，跟住嗰啲花草啊又開噶啦。呢個都係睇得到神嘅慈愛，或者睇到呢啲各樣嘅咁多好靚嘅食物。馬太六章八節，嚟有經文一齊讀嚇。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，你們所需用的，你們的父早已知道。嗱，呢個經文咧，我哋知就知，但好多人未必入心啊。但係當你入心嘅時候，你發覺神真係你未求神已經開路嘅。在我信耶穌之後，我是立刻願意跟從神，神就為我預備機會，讓我能夠有機會讀到神學，是神為我預備的，這些都是神一步一步為我開路，讓我有機會學到很多樣的東西。現在我能夠用英文、用廣東話、普通話來到傳福音，就是神給我，即差不多全世界我都去得到的，這個就是神的禮物，是很多年之前神已經為我預備的，讓我能夠在幾樣的語言學得很好。其實我去到外國的時候是23歲，很多人10多歲去到外國那些英文都不好的，但是我去到其實當時我都未是，我已經是讀聖經大學，但我未想著就是用英文傳道的，不過我 就是去改善英文，神又為我預備一個教幫我英文改善，即是怎樣能夠發音發得好，他又錄啲音俾我，叫我跟住讀，咁我又跟住讀，咁啊之後咧，我啲英文就提升，跟翻佢啲語音。其實你今日都可以嘅，今日好容易喺 YouTube 大把影片，你跟住佢講，跟住佢講，你自己啲英文就會講得好啊。你講得好嘅時候咧，你就你嘅擴闊就好大啦。你去查咩資料啊都可以。呢、這個就係神一早為我預備，神其實都有為你預備喎，讓你嚟到呢個課程。其實神讓你有機會提升喎。咁你。但有些人咧就嚟到咧咩叫做咩捉到鹿都唔識摘角，就係脱角，就係咧嚟到都得唔到。咁但你慢得到唔緊要嘅，慢慢嚟冇所謂。總會得到。係啦，總會得到，總會進步嘅。係呢個非常好啊，總會得到嘅，慢啲唔緊要嘅。咁有啲人學得快啲，譬如我學彈琴，我係其實我學彈睇譜啦，彈個手指嘅動作啦，我就跟咗個老師學咗7個月，我就叫他你要教我手指怎樣彈琴的手指，然後呢我就當時來講，我就跟了葉錫安，我是怎樣跟法，是攝錄啊，我呢就請他來教會教我們彈琴，我說我攝錄還行不行，他說行，跟著我他在教會講完，跟著我說我再請你來行不行，他說行，再教多一點就攝錄，我就睇住佢攝錄嗰啲，睇咗佢一路咁睇，一路睇，一路睇，然後我就跟住練，又冇人督促我，但我跟住練，跟住練咧，就一路一路進步。然後後來咧又有不同嘅人，即係呢啲都係神一早預備嘅。咁呢個就在乎個人係咪上進啦，係嘛？你願唔願意上進？有啲人好多機會學習，但永遠都唔上進。但你有機會嘅時候，你就能夠學得到啦。咁我細個時候，即係冇機會學琴嘅，但我到30多歲嘅時候咧。在我侍奉的時候呢，我就第一次拿有個琴，有個人告訴我，他可以單手彈一個音主音，單手彈一個和弦，就有個音就有個和弦出。那因為我就吹口琴，這個又是小時候我爸爸，我見到我爸爸吹口琴，我覺得很好，我說你教我吹口琴，那他就教了我吹口琴。接著我們學校有我們黃仁的口琴隊，那我參加黃仁口琴隊呢，就參加幾年的比賽，我們都是冠軍的全香港，那就學了吹口琴。所以當我聽到音樂的時候咧，我即刻能夠唱嗰個 So Fa Name 出嚟啊 ，Do Re Mi So So La So Mi Re Do Re Mi Mi Re Do Re， 即係我聽到咩歌，我即刻能夠做得到。咁於是我彈琴嘅時候咧，我係基本上咧，我係一聽到個音我就知道彈咩 chord 嘅。即係呢個又係我趁我可以有機會學嘅時候，我希望大家都係咁樣樣。咁我又會話神啊，多謝你俾我動力，即係唔完全神俾我智慧，神俾我機會，神俾我呢啲資源。啲全部都係神俾嘅，其實我哋個而家咧白白送俾你喎，係咪啊？神俾我白白送俾我，又而家白白送俾你。咁白白送俾你，
咁你咧就可以白白咁攞。你只要有心機咧，我就會教你噶啦。你有心機，我一定，我係俾邊啲人吸引咧？有心機嘅，即係你想學，你就話俾我聽咧，我就實會話俾你聽啦，實會去教導你。但你話冇乜心機學嘅，咁我就會，我又冇乜時間去追住你，係咪啊？咁我希望大家咧喺度哇，未祈求神已經為我預備啦，神有冇為你預備好多嘢啊？咁你就諗咯，哇！喺老祖神已經為我預備呢啲機會啦，啊！老祖神已經預備呢啲嘢喎，喺我周圍預備咁多人喎。其實我哋所有嘅人喺我哋周圍唔係必然嘅，係咪啊？都係神預備嘅。咁我哋就感謝神。當你日日都睇到呢個時候咧，你嘅眼就會明亮，就會開心啦，係咪？但有啲人咧就唔係嘅，好慘，人生好慘啊！點解咧？成日都睇到唔好嘅嘢。但你睇到好嘢，實際上好多好嘢嘅，係咪？咁你就睇到未祈求神已經為你預備啦。馬太六章廿六節嗰度講到飛鳥，佢又唔使種，又唔使積蓄，但係咧神都養活，何況係你哋咧咁？所以呢度咧睇到哇，神嘅供應係幾好咧。嗱，我而家即係由不同嘅地方，由生活上嘅嘢，我哋經歷嘅嘢去俾大家由生活上睇到神嘅恩典。於是你定敬拜嘅時咧，就會由生活上嗰度開始啦。一間俾大家操練嘅嚇，好啦，上面我一齊讀啊。常親近神和經歷神，建立深信神的關係，就係你成日親近咧，你就會經歷神更多噶啦。喺我初信主嘅時候，我已經發現一樣嘢，當我睇聖經祈禱咧，同埋嗰陣時我咧就好中意用一本靈修書咧，就係活水啊。咁活水裡面咧，其實我後來睇有啲部分我未必完全認同，但係咧大部分都係非常好嘅。咁我睇嘅時候咧，我記得有一樣嘢就好記得，當我靈修用嘅時候咧，我就覺得咧好有即係啊好有平安啊，祈禱好平安，睇聖經好平安，我就好深刻呢個印象。咁我亦都試過咧，有啲時間咧好忙咧冇祈禱，跟住有一次祈禱，哇即刻就平安喎！即係原來咧係每一次我哋親近神，即時可以經歷到神嘅，我就會放喺記憶裡面，同埋我而家我成日都記住。我又成日都經歷到一祈禱到就即刻有神嘅平安，大家有幾多個係會咁樣嘅？有幾多個你一祈禱即刻平安嘅？呢度有幾多個？其實你哋都大部分都有嘅，咁你就保持。有幾多個祈禱好快有喜樂嘅？有。都有好多個，咁其實都話俾你聽，神咁真，應該係好有信心係咪？應該好有表現㗎啦。就係你願意嘅時候咧，你就會好有表現，同埋你話。人算乜嘢啊？佢阻唔到神嘅工作，神咁大工作，人阻唔到嘅，咁你就唔會受人影響噶啦。但好多人咧就唔係嘅，睇到神嘅恩典好，不過睇到人嘅問題咧，即刻就受難咗啦。咁啊，結果自己就冇力量。咁我係決意，我點解要受嗰啲有問題嘅人影響？我係祝福佢啊嘛，唔使受佢影響，亦都唔期望佢。佢有好嘅，我就感謝神；有好嘅，我好多謝神。我周圍有。事實上有些人是祝福緊我的，我是很多謝神的。有些人在有些地方是很對我很大的幫助，我是很感謝神。但我不會依靠任何一個人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人總會有令人失望的地方。當有人令我失望的時候，如果我依靠這個人，我就會很失望。但我又說看到他好的地方，我感謝神，他又不好，我又覺得不緊要的，他慢慢可以提升，我總是覺得他總可以提升。你跟我一起說，有問題的人總可以提升。有問題的人總可以提升。當我見到人有問題，我總是說總可以提升的，總有方法解決的，我總是從這個方向想，我不會說哎呀他真是壞了，真是沒用，我不會由這個方向想的。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。好了，我們經歷什麼呢？這裡簡略地說，以賽亞書錄一章一節大家都熟悉了，醫好傷心的人，被掳的得釋放，有些什麼煩惱。其實我記得我初經歷聖靈的時候，我的心都有啲人揞住嘅，後來越嚟越鬆啦，鬆到而家係鬆曬，即係好鬆好鬆嘅。咁呢個都係咧，即係我哋喺經歷聖靈嘅時候，因為我哋以往有好多嘅壓力啊、重擔啊、有啲啊捆綁啊，神都會釋放出嚟，我哋就多謝神啦。咁你每一次有醫治、有安慰、有釋放，你就多謝神喎。哇！神係一個釋放嘅神，神就係一個憐憫我嘅神，神知道我嘅需要，所以嚟到安慰我嘅心。即係有親乜嘢經歷都感謝神啊！多謝神同我做為我做嘢，咁你個心咧就成日都開心啦，係咪啊？成日都會喜樂滿足啦，有喜樂感謝神，係神嘅喜樂，係屬天嘅喜樂，咁又感謝神啦。於是咧，成日咧就活在呢個神嘅性情裏面啦，成日都有喜樂平安輕散嘅。
同埋咧聖靈將神嘅愛澆灌喺我哋心裏面啦，同埋咧勞苦擔重又得到釋放啦，呢啲就係我哋祈禱會經歷嘅，親近神會經歷到嘅。咁咧於是對神好有信心，就相信神就喺度啦。所以靈敬拜嗰時，我成日話都係神而家喺度。點解我知道神喺度咧？聖經話咗。第二咧，一祈禱，哈利路亞，神嘅動作就嚟咯，神嘅喜樂嚟咯。一祈禱投入成群人投入嘅時候，神嘅同在亦都強烈，所以我就好深信神真係隨時會嚟到嘅。我好多時同人講，我話聖靈有一樣嘢好可靠嘅，邊度地方嗰啲人親近佢，佢就嚟噶啦，好容易嚟，亦都佢嚟先嘅感動，但感動人嘅。當人唔開放嘅時候，聖靈嘅工作就唔能夠好強烈，但係當人一開放，聖靈嘅工作就強烈。其實係聖靈嚟先嘅。所以我們就看到神是經常可靠的，然後呢神的愛緊貼住貼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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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這兩個經文呢都是我很喜歡的，詩篇139篇第五節，你在我前後圍繞我按在我身上，即是圍著我的，又按在我身上，即是貼到實了。然後呢羅馬書8章38到39節，就是沒有一樣東西能夠叫我跟神的愛隔絕，即是貼實了，貼實了，整天都貼實了。所以咧，你祈禱嗰時候，你唔使話神啊，你快啲嚟啦！你神已經貼住我啦，你我就向呢個貼住我嘅神講嘢。神啊，我同你之間就因為我心有時唔鬆曬，所以雖然貼住你嘅愛貼實我，但我嘅心未開曬，求你幫我開曬。所以祈禱嗰時咧，其中一樣嘢我做嘅就係個心鬆曬啊，令到人所有煩惱放低曬。咁我都鼓勵大家喺祈禱親近神啦，學習靈嘅祈禱。今天在門訓的時候，有人說祈禱的時候不能夠祈很久，因為為什麼呢？他說很快說完，神釋放我、醫治我、安慰我、赦免我的罪，跟著神我讚美你、感謝你、多謝你、高舉你、親近你、倚靠你、尊崇你，還說什麼呢？神祝福他、醫治他健康、體力、侍奉、靈命、祝福他仔女、事業什麼什麼，講完了咁祈完禱咯，咁點可以祈禱好耐咧？嗱，當你用思想去祈禱嘅時候咧，你係諗字啊，諗下啲字，睇下用咩字先，諗下咩説話咧，咁你祈禱咧係的而且確好快講曬嘅。但係如果你用一個心靈湧出嚟，啊，神你真係好啊，啊，真係好，就係你湧出一種無言嘅禱告，你都可以用言語，你都可以重複用嗰個言語，神啊，我真係好感激你，啊，我好感激你，你可以用。重複呢一句説話或者一句意念，神啊，感激你啊，你啊，你啊，所以唔係在乎幾多言語啊，係在乎你嘅靈湧去神嗰度。當你為人禱告都一樣，或者有個人令到你心好硬嘅，你嘅心就喺度連出佢，其實佢都好多重擔，你就連出佢，神啊，開恩可憐佢，祝福佢，憐憫佢，哈利路亞，神啊，恩待佢，即係你就去祝福他，同埋個心鬆啦。我哋自己點樣個心鬆曬咧？神啊，我冇嘢需要煩惱，哈利路亞！所有煩惱放低曬，哈利路亞！所有重擔放低曬，一路咧，祈禱咧，啊，鬆曬嘅，啊，完全鬆曬嘅。咁樣嘅時候咧，你祈禱咧就會好 fruitful， 好有果效。你祈禱咧就會好痛。神的同在就很真實，很真實的時候你為人祈禱都會很真實，看到人就經歷聖靈了，因為神這樣很想，所以你說神將這個我和你之間那的那麼多東西隔住，其實神切實，不過我們鬆起的槓撐住了，那些槓放低了神就入到了，即是我們有時太多東西頂住不得鬆了，鬆了呢，耶穌，我就是需要你，其實怎樣謙卑，神啊，我需要你，沒你不行啊，我需要你，我又知道你有信心啊，第一信心你一定祝福我啊，不是我要哀到你來，是你來先的，哈利路亞，你經常都來祝福我的信心和謙卑，我什麼都沒有的，神啊，你我真的在你面前就是零的，你就將一切需要的給我了，就是這個這謙卑心，和相信祂一定祝福我的，和一個委身的心，神一定喜悅的。好了，和神經常都想念我們的，經常都說神現在想念我，神啊，是婦人依然忘記祂吃奶的嬰孩，神經常掛著我，經常想著我，經常和我一起的，
咁嘅時候咧，我哋同神就有呢種密切嘅關係。嗱，我想正先所講嘅，一方面係聖經嘅，第二方面係我哋的而且確有經歷到一啲平安輕省嘅，係咪？你經歷到嘅時候，即係話聖經嘅話語，我哋經歷到就加增我哋嘅信心，佢真係可經歷。你就信曬啲説話，就每日行喺呢樣嘢上，即係每日喺度行到嗰時，多謝耶穌，耶穌真好啊！你一講嘅時候有平安、喜樂啦、輕鬆啦，咁你又感謝耶穌，咁你日日都喺呢種狀態咧，咁你咧就會好容易有強烈神嘅同在啦。呢、这個就係個鎖匙，即係帶你敬拜，唔係你嘅口講乜，係你嘅生命有乜，你嘅生命係點樣嘅生命？同埋思念神點樣感動同埋帶領我哋，一齊讀下帖前五章十九節，不要消滅聖靈嘅感動，即係聖靈成日感動嘅。但係好多時聖靈感動我哋唔好講大話，唔好嬲人，饒恕人啦，係咪即刻聽話咧？我哋好多基督徒唔係即刻聽話嘅，仲係嬲佢，唔得唔鋸唔服氣，佢咁衰我冇理由饒恕佢，咁咪好蝕底，佢又咁抵。佢又嬲完我做完唔好嘅嘢，跟住我就咁快饒恕佢，佢咪好抵？其實我哋饒恕佢，我哋最抵嘅。我哋唔饒恕佢就唔抵嘅。嚟一齊講啊！我哋唔饒恕佢就唔抵啊！我哋饒恕佢就最抵嘅。咁咧，聖靈感動我哋，叫我哋放手，但我哋往往唔肯喎。咁我哋就多謝聖靈，真係不厭其煩，不斷咁提醒提醒。咁我哋就多謝耶穌，多謝聖靈不斷提醒我，即係諗到聖靈嗰種氣咁翳，你饒恕佢啦，饒恕佢啦，饒恕佢啦，我饒恕你，你饒恕佢啦。翳咗好耐好耐之後，我哋心軟些少，點知嗰人一衰一衰，你又唔制啦。即係神點樣翳我哋，你就諗翻神點樣做咧，你就會好感動，神真係好啦。你有冇覺得神好好啊？我是很深信神好的，所以我是我喜歡神的程度是高到的，喜歡人的程度呢跟神相差很遠的，雖然我也喜歡人很多東西，但我覺得人是真的跟神相差很遠，我是將人跟神是分開的，我是很清晰知道我一切的依靠是從神而來的。好了，詩篇十六篇七節，我必稱頌那指教我的耶和華，我的心腸在夜間有人引介我。神指教我啦，就是神咧會喺我心裏面講説話啦，同埋我嘅心腸喺夜間警戒我。嗱，我心腸會警戒我，其實咧下面嘅經文腓立比書二章十三節係點解我心腸會警戒咧？一齊讀啊！因為你們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就係我哋會立心做一樣嘢，同佢行出嚟咧，都係神運行。所以我哋會警戒自己係神運行，就係我哋因為新性情就會警戒我哋自己。所以神咧感動到我都變咗性格啦，我都要有一個新嘅性情，我有聖靈喺裏面，於是我就聖靈就會提我自己啦。同埋我哋俾神改變，越改變越多咧，就開始會肯做神嘅嘢咯，會關心神嘅事，我願意將生命俾耶穌。嗱，呢個最好嘅。嗱，好多人就唔係嘅，佢哋就覺得點樣咧？最好耶穌救我天堂，跟住我世上咧享盡世上嘅榮華富貴。咁咧，然後咧就上天堂就享盡世神嘅榮華富貴。很多人有一種錯誤的觀念，就是以為呢，我信耶穌，不過我又愛世界，那我兩樣都得到，其實是不是的，因為一切都是神的手中，萬物都是屬於耶和華的，你想得到萬物，反而你越親近神，你就今生得百倍，來世得永生。所以呢，我們越將生命給耶穌是越得福的，但很多人就不是的。曾經有人跟我說，牧師啊，考試都有 合格六十分，我只是想合格上天堂，你告訴我做什麼？其實他這個心態真的很有問題，只是想僅僅合格，什麼都不想做。其實這種心態是可以很有問題，亦都可以是不得救，因為他只是想利用神，當然我不能夠判斷他一定是不得救，不過這個很危險的。他的心態就是說跟從神是蝕底的，但我希望大家深信跟從神是最得福的，是整個生命得福，整個人都喜樂平安的，是真的的。咁所以你就感謝神，神啊，你感動我，讓我開始改變啦。於是個心咧就好歡喜神，即係而家我所講嘅就係叫我哋日日都喺呢種嘅狀態。於是就喺呢個發揚神性情嘅生活方式，跟住你嘅發揚神性情嘅領敬拜方式就會好自然流露出嚟啦。好啦，領敬拜嘅時候咧，
嗱，呢度講到領敬拜啦，以啱啱嗰啲係講到生活方式，但其實生活方式冇講曬嘅，即其實你咩嘢都可以諗嘅。嗱，好簡單，你行得好攰，一坐低覺得點啊？好舒服啊！呢、这個就係人嘅身體嘅生化機能，一坐低嗰啲肌肉鬆，嗰啲血管放鬆，即刻咧啲血管就啲血咧就會喳喳聲流啦，即刻就舒服噶咯喎，就咁簡單喎，即係行得好攰啦，一坐低就舒服，咁你又感謝神喎。哎呀，坐低會舒服嘅，都係多謝耶穌。瞓醒覺會好 refresh 嘅喎，好更新嘅喎，係咪啊？感謝神，即係由最小嘅做最大嘅，我哋都感謝神。咁嘅時候咧，你就成日都活在呢種發揚神性情嘅生活方式嘅。咁你嘅生命，無論你嘅生命或者你嘅言語、你嘅行為，都完全彰顯出神嘅榮耀，時時咧彰顯神嘅性情同埋佢嘅榮耀啦。咁你亦都喺領敬拜嘅時候都一樣啦。呢、这個咧就係、是、即係其實咧係呢種方式查經啦，同埋講道啦都一樣嘅，係令到人好中意神啊，令到人咧哇神真係好啦，哇神咁樣感動我真係好啦，神創造萬物真係好啦，神咁樣照顧我真係好啦，神喺我生命有奇妙計劃真係好啦，神點樣啊賜俾我平安喜樂真係好啦，神又為我天堂預備咁多福氣真係好啦，神又使用我祝福咁多人真係好啦。即係時時都覺得好好嘅時候咧，個生命就會顯露出神嘅恩典。咁你領敬拜就唔難啦。但係好多人咧領敬拜覺得好難。譬如哇，耶穌喺度，我都唔知係咪耶穌喺度。啲耶穌喺度又點啫？喺度又點喎？即係有啲人會咁諗喎，好遠啊覺得。嗱、这、呢個就係因為佢冇呢種生命。但係你覺得耶穌好到不得了，一諗到神咧就得糖一樣咧。耶穌就喺度，哈利路亞！你一講咧已經充滿平安喜樂，咁你領敬拜就好容易啦，係咪？呢、这個就係個生命啦。好啦，用呢啲嘅説話嗱，呢、这個其實我會跟住講幾個 slide 咧，講到領敬拜嘅時候做啲咩。第一咧就係、是、可以重複一啲重要嘅歌詞嚟到激勵人，嗰、那個詩歌裏面有嘅歌詞可以講一啲歌詞啦。第二咧就係、是、咧，譬如講啲説話啦，指示性啦，呢個指示性，我哋一齊嚟到台前敬拜我哋嘅主啦。我哋放低重擔同埋罪擔嚟到神面前啦！我哋舉起雙手，表達我哋愛神。我哋一齊拍手啦、跳舞啦、呼喊啦！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咁咧就係、是、指示性啦，即係喺靈敬拜可以做一啲咁嘅嘢嘅。嗱，一間你個有份做㗎，兩個練習，又有啲人可以上台做一做。好啦，指示人去愛慕神啦，即係帶領佢愛慕神啦。我哋一齊讀啊！我們全心去愛主同享受主啦，即係講嗰時候有感情啊。當然，依家唔係用廣東話講嘅呢度嚇。我哋全心去愛耶穌啦，全心享受神啊，哈利路亞。不如我講一次，你用跟我講個方式先好，一讀字咧唔係咁好啊。我哋諗一諗神點樣曾經祝福我哋啦，一齊講啊。我哋諗一諗神點樣曾經祝福我，就好感激神啦。就好感激神啦。我哋一齊講。話俾耶穌聽，我哋幾愛佢啦！我哋一齊講話俾耶穌，耶穌我哋好愛你啊！耶穌我哋好愛你啊！跟住咧，哇！我哋可以諗住耶穌就挨住我哋，貼緊我哋㗎。耶穌就挨住，挨住我哋，貼實我哋㗎。冇嘢能夠叫我哋同耶穌分開㗎。冇嘢能夠黐實我哋啊！啊！攬到我哋實一實㗎！耶穌攬到我哋實一實。我哋可以挨住耶穌嘅膊頭。我哋可以挨住耶穌。挨住耶穌。挨住。啊！諗到喺主裏面就好幸福啦！啊！喺主裏面真幸福，你講啊！主裏面真幸福啊！真係幸福啊！嗱，如果用個手將啲煩惱抌曬出嚟。啲煩惱抌曬出嚟，哈利路亞！所有煩惱抌曬出嚟，吹曬出嚟，哈哈哈！好似飛鳥咁喺度享受神啦！哦，哈利路亞！哈哈哈！試下享受喺愛慕神嗰時嗰種輕省平安，試下享受下。神帶嚟嗰種輕省平安，係咪好輕鬆啊？感謝耶穌，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。其實我哋就可以用聖經裡面任何呢啲嘅説話，任何嘅講到神嘅作為，就用佢嚟到去親近神。好啦，宣告神嘅同在或者祝福啦。呢、这個你又跟我講下，
耶穌就喺度好想祝福我哋噶。耶穌就喺度好想祝福我哋噶。嗱，你大家留意一下，呢度係指示，呢度咧係宣告，講出一啲客觀嘅事實，都係對人講嘅。謝師母又對人講嘅，有啲咧有啲係對神講嘅嚇。當然，即係我哋唔係每次領敬拜好多好多啲説話，即係你睇個適當嘅時候嘅。好啦，跟住耶穌就喺我哋前後環繞我哋安守我哋身上啦。耶穌就喺我哋前後環繞我哋安守在我哋身上噶。佢就黐住我哋啦。佢就黐住我哋。同我哋一齊啦。神而家用愛嘅眼神喺度望住我哋。而家用愛嘅眼神望住我哋。我哋中間阿 Sandy 咧曾經話咧，佢咧曾經咧喺一次嘅聚會咧，佢就話咧。耶穌揸住玫瑰花，咁樣望住佢，一路好含情脈脈咁樣望住佢。神咧見到我哋敬拜佢就好開心啦。神咧見到我哋敬拜佢就好開心啦。係啊，啲感情啊，神定義祝福我哋噶。神定義祝福我哋噶。無論我哋點軟弱，神都提升我哋嘅。無論我哋點樣軟弱，神都提升。所以我哋今日冇力量唔緊要嘅。所以今日我哋冇力量。我哋親近神就有力量啦。我哋親近神就有力量啦。哈利路亞。哈利路亞。其實呢個過程咧，大家都可以即刻得力喎，你唔使等到一間完喎。而家即刻可以得力喎。神嘅同在咧，而家就祝福緊同埋改變緊我哋啦。神同在而家咧就祝福緊我哋啦。改變緊我哋嘅心啦。哈利路亞。神而家將喜樂賜俾我哋啦！哇！成班天使同我哋一齊敬拜緊啊！成班天使同我哋一齊敬拜啊！哈利路亞！好啦，對神嘅敬拜同愛慕嘅説話啦。嗱呢度咧就可以用一啲歌詞咧，有時用啲歌詞啦，跟住咧，主啊，我全心愛你啊！主啊，我全心全意愛你。我整個心靈愛你啊！整個心靈愛你啊！我敬拜你，尊崇你，高舉你嘅聖名，你係配受我嘅敬拜嘅。配受我嘅敬拜嘅。我挨住你啊！我挨住你耶穌。挨緊你，啊嚟到又我好渴慕你啊！我好想你充滿我。好想你祝福我，有你我心就滿足曬咯。有耶穌我心就滿足曬啦。哈利路亞，好鬆啊，哈哈哈哈，好滿足啊，好滿足啊，我親近你就有喜樂啦。哈利路亞，就有喜樂啦。哈利路亞，就有力量啦。哈利路亞，有力量向前去啦。哈利路亞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哦，我享受親近你啊，神。我享受親近你啊，神。我享受愛你。我享受。我享受挨住你。享受挨住你。你真好啊！你真神，你真好啊！神，你好過所有人噶。神，你好過所有人噶。神一定好過所有人。有你同我一齊，我就可以放低曬啲重擔啦。哦，啲重擔放低曬啦，我就自由啦，我啲罪擔又放低曬啦。哈利路亞，我唔再想犯罪啦，我唔再想孭住內疚啦。哈利路亞，你赦免曬我嘅罪，我因為你就好開心啦。哈利路亞，好開心啊，好釋放，哦，完全鬆曬又自由，哦，好似只雀仔咁自由。哦，又滿足，好滿足啊！又蒙福，好多福氣等住我啊！好多福氣等住我。好多福氣等住我。頭先以上所講咧，第一就有指示性，第二咧係引導人去愛慕神啦，指示佢哋啦，然後咧就宣告神嘅同在啦，然後跟住咧就係敬拜或者愛慕説話，即係呢個就係我哋直接講嘅説話啦。直接向神講嘅，其他嗰啲咧就係向人講嘅。第一就講俾人做乜嘢，一齊投入啦、專注啦、放低重擔啦。第二咧就係指示人去愛慕神啦，我哋一齊愛慕我哋嘅主啦，一齊親近我哋主，一齊伸起隻手向耶穌話：我好需要你，
我需要你啊，耶穌。需要你啊，耶穌，我好需要你啊。指示佢愛慕，然後咧宣告神同你一齊嘅，神定意祝福我哋嘅，神定意同我哋一齊嘅。定意祝福你啊。然後咧就對神直接講啦，神啊，我愛你，我尊崇你，我倚靠你。嗱，呢種嘅敬拜方式必定係你同神有親密嘅關係，然後你先會做嘅。咁你當你有個關係嘅時候，你就好自然嘅，好自然你就會做得到嘅。咁敬拜唔係淨係唱歌嘅，唱歌咧係唱嘅時候一路讚美神，一路愛神喺個裏面表達出愛神嘅，同埋喺敬拜嘅時候一路愛神同埋享受神，一路唱嗰時哈利路亞。一路愛住神，一路享受住神嘅，哈利路亞，係茫茫咁樣愛慕神，就會進入更強烈嘅同在。神嘅同在係會加強嘅。當你越投入，同埋整個群體投入嘅時候咧，係會加強嘅，同埋自由奔放啦，好自由，好輕鬆嘅，哈利路亞。因為我嘅攝錄機係會攝錄不同嘅時候啊，咁所以我 cut 咗啲，唔攝錄我嘅。我相機不是那頭，你一間出嚟笑，講笑啫，一間出嚟笑下啦。自由奔放，唔好計較人點講啊。講笑。譬如有啲人話唔得啦，我喺教會咩身份嚟噶，唔得噶。係啊係啊。死噶。死得噶。帶領者輕鬆愛神，有時候神會影響個會眾嘅。如果帶領嗰人好緊張嘅時候咧，就好難影響會眾。但係你輕鬆嘅時候。你的輕鬆呢就令到那些人投入，同埋亦都帶嚟更強烈的同在。咁咧，首先自己愛慕神啦，然後帶領人點樣去愛慕神啦，亦都係認識個會眾啦。左手邊同右手邊，左手邊咧就好似小朋友上石級係好慢嘅，係咪？右手邊佢咪快好多啦。當你群體係投入啲嘅，你就可以用右邊個方法；當你未曾得嘅時候，你咪用左邊個方法啦，即係一步步去啦。就係、是、你睇，但係你唔能夠俾嗰個最慢嗰個拖住，你冇話因為最慢嗰個咁，所以我要用最慢嘅方式。你應該話根據大部分嘅人去到咩程度，你就用嗰個方式啦。同埋進入不同嘅領域啊，呢樣嘢好緊要啊，可以進入神強烈嘅同在。譬如你祈禱都係嘅，會進入神強烈嘅同在。你都可以進入神嘅愛喎。譬如喺一齊，我哋而家享受，相信神嘅愛，諗住神嘅愛，諗住神愛我哋。一路感激神的愛，一路說神啊，有你愛我真好啊，我好愛你，神啊，你真的好看重我，好接納我，完全的接納我，我是完全被你的愛充滿的，被你愛充滿，神啊，願你的愛充滿我的心，哈利路亞，所以進入愛，可以進入喜樂啊。我哋全然輕鬆，將重量吹上出嚟，啊！你又從個心底吹出嚟，啊！你女啊，啊！女啊，有啲人就會開始起樂。其實我去到全世界邊個地方，未經歷過起樂，佢將嗰啲重量吹出嚟咧，有啲人就起樂，火熱啦！神啊，賜俾我個火熱嘅靈，為到天國大發熱心，為到我哋周圍嘅大發熱心，神啊，使用我哋嘅生命，我哋可以大大被神使用嘅。主啊，我哋嘅傳福音可以影響呢個地方，我哋可以更新人嘅靈命，賜俾我哋火熱嘅靈。我哋每一個可以俾神大力使用，係咪相信啊？你相信啊？主啊，我哋相信，我哋宣告，我哋俾神大大嘅使用嘅。哈利路亞！哈利路亞！所以喺敬拜時都可以有火熱，或者其他神嘅作為，有啲咩作為，或者代禱一樣可以喺敬拜嘅時候進入代禱啊，進入神嘅愛、喜樂同埋火熱都有程度嘅。第一個程度進入愛。同埋進入高度嘅程度，有啲聚會成班人個個都被神嘅愛感動，個個都喊到不得了，感動到不得了，或者喜樂到不得了，或者火熱到不得了，即刻有人願意侍奉主。咁咧，其中一個人咧，我見到咧 ，Heidi Baker 咧，你有時你上網睇佢啲聚會，如果你識得聽英文啊，你睇下佢啲聚會，佢真係有時帶啲人一路進入一個高度嘅火熱啊，願意俾神使用嘅狀態，或者甚至有人去到天堂嘅，即係呢個咧就係進入一個高度嘅關係。希望大家呢度渴慕啊！敬拜可以進入不同神嘅工作，進入強烈嘅生命嘅更新，嗰啲人好大嘅更新挑戰啦，信息傳講。咁你當然信喺個敬拜，你唔會有好長嘅信息傳講，但係一個好簡單嘅信息，即係譬如話我哋
為到我哋國家禱告，為到我哋差遣人出去傳福音，差遣人出去宣教咁樣，或者係代禱，亦都可以代禱嘅，即係可以喺敬拜嘅時候咧係有做不同嘅工作嘅。咁同埋音樂嘅節拍同埋聲量都係可以好有表達性嘅。咁呢樣嘢就如果你有樂器咧，就會好多啦。即係你有樂器嘅時候咧，你就會能夠咧係嗰個節拍咧好唔同。咁你如果你嘅即係你唱一個節拍咧，嗰、那個彈琴嗰人亦都會跟到你節拍。只要你唔好走歪音，即係譬如你用一個音係即係你個鋼琴 key 上嘅音，一個音咧，咁佢可以跟到你嘅。但如果你用一個音唔係嘅時候咧，咁譬如有時有啲人唱歌咧唱到好低啊，或者有時即多數都係唱到好低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彈琴嗰個又跟唔到啊。咁、那個彈琴嗰個應該就彈嗰個主音俾大家知道入翻呢個音。咁嘅時候咧就入翻個音咧，咁你唱得好激嗰陣時咧，佢都可以跟住你。咁你次次發覺我用吉他都好多時咧，會帶你進入一種節拍，有時係激，有時係柔和嘅，同埋熟悉嗰首詩歌同埋音樂啦，係會好有幫助嘅，同埋配搭啦，同呢個配搭嘅一啲手勢啊，呢度我哋唔詳細講啦。呢、這個共鳴聲音我哋都講好多次，你翻幾成日練打喊路，即係好似就即係好似打輪，就你發出嗰時，真係打輪，呢個就係打輪，一衝嗰時，呢個就係咧衝嘅聲音，好似金屬嘅聲音，就係打輪練出嚟嘅。你喺屋企，衝去上面嗰啲，啵咁啊一路練下。